我自己整理就行。一郎，电影快开场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不过姐姐每天都要整理几十个货架，工作非常辛苦，对咱们来说只是顺手帮个忙，但对姐姐来说却能减轻不少负担。嗯，铁蛋，你说的对，那我也来帮忙吧。小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啊哈哈，爸，你看他们两个真傻，居然还干这活，真是没事找事，哈哈，真傻。奶奶，你要是不帮忙就请您闭嘴，都是你这种顾客的不文明行为，才给工作人员带来那么多的麻烦。好样的，小朋友，我也来加入你们一起帮忙。就是，太不道德了，我也来帮忙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还有我，我也要帮忙。爸，你这是干啥？像风一样自由。奶奶，你们为什么要抢这些白醋啊？好奶奶得到最新消息，给小孩喝白醋能提高智商。奶奶们，这你们居然也敢相信？哟，你家住海边啊，挂得这么宽，网上都说了，一天一瓶货真是更牢固，一天两瓶货我是家里货。起开起开，这些货都是我们的。奶奶，如果这些歪门邪道有用，那博士岂不满大街都是了？哼，我看你这就是抢不到嫉妒。爸，来把这些喝了给他们看看。奶奶，快停下，要喝是您千岁。